隐藏在平凡无奇的店面空间，经常能找到意想不到的美好滋味。光看外表并不特别出众，店内座位也不多，但金月越南牛肉粉的滋味可是远近驰名，受到许多旅人的肯定。在等待座位的同时，外带的人潮也是排队排得水泄不通。撒上蔬菜的汤头，可以看到整碗配料丰富，滑顺的河粉配上浓郁汤头，十分顺口。更内行一点的常客会再加上桌上摆的两瓶酱汁提味。若想吃些特别的，稍微烤过的生牛肉淋上酱汁，滋味可是会让人着迷呢。